我今天你穿上我第一次认清你这张脸。原来熊熊一直都是人啊！哎，抱着面，抱乳抱到这边，还有一双低到肚脐眼的，哪有那么夸张？好不好？哎呀，熊熊，哎呀，好可爱，这怎么会不可爱？欸，我是可爱的，个性又好。我跟你讲，熊熊一出来，那就是可爱的代表。我直接就坐那里了，第一名。第一名，不见得，别这么说。我跟你讲啊，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是 size 可爱。我个性很可爱啊，然后没有杀伤力，对，有没有看到？温和型的，有没有人认为他不可爱？两位，没有啊，有吗？他真的是可爱，真的是可爱。最近还有出写真集嘛？可爱教主，好可爱的写真集，敢不敢面对自己？敢着，因为我觉得我应该算是可爱的。好，对，而且我随便讲一下，就是演艺圈比我不可爱的就是很多。你们有觉得熊熊不可爱的地方？没有啊，熊熊好可爱啊。他个性上面，我觉得他不太可爱的地方是说，他曾经他会害男人破财。好，他曾经害张立东在尾牙损失20000多块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呢，尾牙在抽奖的时候啊，抽奖抽到张立东在现场吗？就张立东不在现场，不在现场，20000块就再捐出去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那时候熊熊奶他说张立东陪我去上厕所。对，等一下，去上厕所，为什么要找张立东去？找女生去不是很好？对对对，没有，那是怎么样？我来解释一下，因为我那当时就是喝了有点小懵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等下他该不会也那就解释？不是，我有找金妮陪我，只是因为金妮也不知道厕所在哪，所以我们才说张立东带我们一起去。张立东的小名叫金妮，对，小金妮，两个人找金妮陪我，但是叫张立东带路。对，然后他带路的时候损失20000，那也不过就是威风广场楼下，哪有那么难找？对啊，我就迷路，我是路痴。我是可以作证说张立东真的什么都没做，因为他事后很懊恼，说我什么都没做，还损失20000块。哦，但是我觉得熊熊有一个毛病，我必须讲出来。有吗？真的要讲吗，宪哥？有点怎么说，你知道吗？就会觉得好像会不会你都担心？防备着很多男人，会不会没有打开心房？对，哎呦，就会不会觉得男人难怪宪哥没办法切入，眼睛看着你，看，然后就会眼睛慢慢下垂，这种感觉，会不会觉得有这种现象？会吗？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有，因为我有发现，就是之前比如说我在跟男生聊天，然后就是我后来就发现他好像没有在看我的脸。谁？打个比方，戴墨镜。我今天你穿上我第一次认清你这张脸。原来熊熊一直都是人啊！哎，抱着面，抱乳抱到这边，还有一双低到肚脐眼的，哪有那么多？没有那么夸张，好不好？对呀，对啊。OK 啦，脸也还可以吧。可以，所以我们这个让他先首先担任第一棒，先拔得头筹，你是最可爱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你来介绍一位，你这位你想讲他不可爱的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他的事迹是什么？他呢，虽然就是外表很甜美，他在那边，他现在已经剪影，很可怕，他就站在现场，显灵了，有压力。好，不管，我还是要讲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他不可爱的地方是因为他真的很像阿嬷，男生应该不喜欢像阿嬷的女生吧？当然不喜欢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，我跟你讲，他等一下录影录到一半，他就要睡，因为他12点就是睡觉时间。真的。然后他就是完全没有，比如说我在跟他聊天聊到一半，然后他可能就是差不多11点多，他就会开始然后就是都不回应你，然后他就会说我想睡了，就明天再说，就是可能你要跟他谈心，你正在跟他讲他对，就是没有打算快使用双截棍，快说这棍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快使用双截棍，我不吃许秀珍的哼哼哈伊，我最爱吃馄饨。一个男生也很害怕的，哎呦，怎么样？就是男生应该很怕那种毛很多的女生，就是手毛啊、脚毛啊，他毛很多啊，对，而且他不避讳，他有一次在张立东面前，他就直接讲说什么，他之前还没有除毛之前，就是什么毛岔出来什么，但现在都已经 OK 了。他还有一点，他很爱贪小便宜，比如说我们去逛街，他一定会先逛那个特价区，他说，哎，我先去那边逛一下，然后如果他有选到，他就会说，哦，赚到了。可是我那天跟他去逛街，徐总老婆好，对，我跟他去逛街。然
后他看到一双鞋就是 Mickey 的很可爱，然后就大概是大概三四千块，他本来说好可爱，天哪，好想买，然后后来看到价钱他就放下来说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那还好，我刚看了一下，我仔细看，我觉得那个质感不 OK 什么，他开始嫌弃。我们以前以为你不会讲后面讲人家坏话，对啊，你看你越来越不会，来了他还拼命讲，讲到在谈戏嘞，前面讲人家坏话，对，还是不可爱哦。阿嬷个性不可爱是吧？被点名的人是谁？把他放出来，请看。小曼他会笑。隔开，不可以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不知道是火球老头还来，没有，没太夸张，久仰大名。我要说现在好了，手毛还好啊，没有，是因为我除过，不然应该很长，有很长了，对，还蛮长的，哦，对啊。说你像阿嬷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哎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自己也很像阿嬷，哪有，我还好，你很像阿嬷，因为我那时候就不能攻击人家胸部，不能攻击胸部。说哎，有特价，我就在那边看一下，然后他就说哎，有，好，那我们去看，他就会跟着我说好，那我也去看，特价好啊，这个是他们两个最可爱的地方，你看女孩子，然后又勤俭，然后一点点可能一百多块，他就舍不得花。没有，那时候看到一双袜子75块，他说哦，好可爱，75块。算有点贵，然后就今天讲你们这两个啊，就两个一起逛100块的那种啊，多少男人爱死你，真的才是可爱嘛，真的。拜托我拿到贵了，我还说哎，贵才要买嘞，拜托丑八怪，丑八怪，对，还要攻击他们。后来你没买，就有一个活蚯蚓，哎，我买两个这些，鬼真的来了。胡须哥是不是？两位，他这个来控诉有没有成立啊？你们觉得比较起来，我会觉得邱慧文比较可爱一点，我也是比较喜欢邱慧文，因为他的可爱是这样，他属于他的想法很天真，因为我觉得熊熊刚刚完全掉入邱慧文的陷阱，对，刚才就是在那边天真可爱，而且他太防着男人，哎，这是有受过，宪哥一直被打枪，对呀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看陆陆续续跟罐头工厂一样，一条一条出来，对，我们要走夜路的话，就败得丢啊。你不觉得这种什么状况都跟我们无关的，都没有抓到，对呀，宪哥技术真强。你小声点，听到？你有多好厉害呀？我忘记把麦拿下来。天哪，那么小。花木兰，你敢讲话？木兰长相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听啊！